那我们可以好，那我们接下来，好，台湾男士以2-1已经进入赛末点了，要进入的是最后一场的赛事，第四场的比赛，我们看到哇，引颈期盼的 Sen 哦来了。其实之前有一次我有机会那个去当那个 Thank You 杯的那个开房的人，对，那我那一次我可以把 Sen 跟九赖蛋拉来拉去，我觉得心情很好。有把两个这么重的拉来拉去，你觉得自己拥有？对，我觉得拥有掌控他们的那种能力。然后我指的是那个。那叫什么地位那么的厚重？地位没有，我只是个开房间的。哦，只是个开房间的。好，那最后另外对泰国队派出的是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瑞达肯哦，是一位人类玩家，是泰国人皇啊。泰国人皇，而且感觉好像只是长得还，还是侧面吧。侧面，侧面，他脸有点扁的。这是可能是角度对角度问题。对，这个 ID 是一代的一个红球，我们都叫红球。对，红色执政官两个黑暗圣战武士合体，然后可以控制对方的部队，他可以直接变过来。对，可以变过来。比较特别的是，他是直接变过来，对，就是不像橄榄虫是橄榄虫是督导还有时间，他一变过来就你的了。对，就心灵控制，而且他有定身，所以他其实像我们这一代的橄榄虫，对，他有定身功能，非常非常凶恶的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一个兵种。那先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感觉你这样一讲好像有橄榄虫的影子。对，还有橄榄虫的影子。对对，但是在 这一代就是跑到这个科技不知道为什么跑去重组呢，没错，被偷走。然后我们现在地图上看到的是前中方向是我们的瑞达肯，是蓝色人类。那我们在好，那我们在一点钟方向看到的红色重组玩家，大家耳熟能详的 Gamania Sen 鸡排虫王。对，交战的地图是在我们的云之国度上。云之国度这张地图 ZVT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你只要不要让对方野二 BB 成功就好了。然后多要多留心啊，因为能藏的地方很多。这张地图能藏的地方主要就是重组主矿直接往下两个矿区的那个地方，这边这个矿区这边。然后还有它偏左边一点点，左下角。我个人是觉得左上角的矿区比较好藏。左下角这边也可以藏，藏这边。重点知道我们要躲开瞭望台，对对，一定要躲开瞭望台的一个位置。那左上角那个矿区的正中间也可以藏，对，也可以。哦，这边又要抓王虫，对，这藏在这边哦，对，又要抓王虫。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藏在这边兵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让你误以为它要裸，就是野兵营，你会不太敢偷。没错，对，对于很多虫族玩家来讲，在这边可能就啊、哦，完了完了，对方过来，家里就各种防啊，对，太心细了，对。那非常重要。那家里面放下瓦斯厂啊，这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开局。好，这边就是慢慢的挖矿，然后就等到那个王虫慢慢的靠近哦。哎，慢慢的靠近，我感觉就像是守株待兔的猎人一样。那家里放下了孵化池，现在这边正常的裸冲开局，工兵也是补的非常非常勤快，来到了17只工兵。哇，如果现在这边这一场又送王虫的话，今天我们。中华蓝总共就送了3只啊，对，到目前为止，而且开场送，而且都是开场啊，对，没有，其实后期送都没关系，对，你开场送就有差了，中间被凤凰抓也可以接受，但是在初期被送掉，这会影响营业。哇，这个直接被抓到，哎，来了、哎、来了来了，这个躲里面，今天中华蓝非常慷慨、啊，对，那这边来了，要飞起来了，好，这个高地优势瞬间消失。左右开弓哦，对，这个王虫其实很关键，完全不知道往哪跑，因为完全没办法跑，对，完全没地方跑，都不像异化虫是可以说闪就闪的哦，这王虫的移动速度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慢。我通常看到有人敢挑兵营来打我王虫，就觉得哎，是，真的很生气，为什么你有必要这样对我吗？但是真的，这个就是一个战术、啊，而且是真的要，就是虫族玩家也要留意的，对，你或许王虫可以在初期的时候选择飞一个。比较偏地图边缘的一个位置，对，比较偏地图边缘。那这样子，它飞起来没有东西，变对方很生气。对，哎，那现在六只的异化虫，通常死亡虫，我们就会看到出六只异化虫来做一个前压看看。那瑞达肯这边家里面门口做一个，哇，这狗要送了。但是家里面有火车啊，只有一台，而放下了飞机场。哦，双星际港，女妖。双 VS 女妖，对，双 VS 女妖的一个战术，哎、欸，没封门，哦，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对，有没有看到呢？看一下，没看到，没看到，哎呀，
哇，这个有点可惜啊！这要是看到这一场，就真的是十拿九稳了，因为这样战绩就可以针对。对，但如果没看到双 VS 的话，这个一出来，对不对？就毁天灭地哦。对，这一定会等到足够多才会出门，对，可能会等到四只以上。那个一被打，那个完全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对，除非 Sen 那边几率性太好。对，Sen的几率性应该是相当不错，但是真的要看一下，因为算是这个战术，他也很久没遇到了。嗯。一般来说都是单 BS 女妖来骚扰，双 BS 女妖说要把你打死，对，那个威力从根本上就是不太一样。甚至双 BS 女妖我们是不用出，是不用升引擎的，对，他就直接硬点硬点把你妈妈全部打死，这个目标就是要 K 死你。对，大家再出了哦。那我Sen这边的话放下了蟑螂巢穴，这边可能要升个一两只来赶火车哦。不过他有妈妈那么多岁，他不用生蟑螂，我觉得是没关系的。不过可以盖了预备，如果你要出门来做一个进攻，或是你可能转一个机器的话，我们第一时间赶快出蟑螂。没错，还来得及把蟑螂繁殖场。我觉得虫族的建筑很容易让人，就是我每次记机会记错，比如说雷兽巢穴，嗯，赤蛇兽穴，啊，蟑螂繁殖场，因为每个名字就。对，就是很容易让人搞混，反正就是一坨东西在那边嘛。对对对对对，也一下巢穴，一下兽穴，一下繁殖场，谁受得了？反正直接写蟑螂巢、赤蛇巢什么，不是很单纯？对对对对对对，叫巢就简单多了。对，哎，这样就很巢。哎，有啊，我们看到没有开矿？没有开矿，这边大概有心理准备了。这时候速三开，我觉得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对，家里放下了对空炮台，一台两台，王虫会不会飞进来？我们看到有一只王虫，有一只王虫已经抵达了，算是人类的家中，要飞了，飞了。六点七点钟，被王虫飞进来了。看到妈妈一定不会停产的，拼命生了。对，要看到了，女妖看到了，想躲，想躲。你现在出门你也来不行哦，你现在还没有来到四台，对，一个 BS 这边纪律性有点不是很好，旁边竟然没有两个机枪兵。哎呀，你要打这种战术，你就是要反侦察，反的很彻底。那这时候Sen又补下了一个包子塔。啊，这家里面应该是每个矿区起码放两到三个。对。那妈妈现在开始在生产，对，继续出后虫。那三矿那边拖一点时间，放着没关系。哦，这一波只要守住，哦，好多女妖啊！女妖来到了三台，三只女妖打三只妈妈，妈妈会输哦。但是家里没有对空炮台。哦，你看到妈妈的血，直接妈妈三轮的射击就击杀一下妈妈，这太阴的家里面，这太霸道了。真的是非常非常霸道哦！那现在对空炮台正在补哦，先不敢站起来。对，那机枪兵跟着来了，要直接从正面的吗？就可能就看你一直补妈妈，一直下包子，我就用陆战队来打你一个。这其实看你开三矿的话，人类是有可能直接一波打你的。哇，这四只女妖，好险他没有隐形，不然就更难搞。现在来到了五只，这个三矿开不起来了。三矿可以先，竟然还变二本。哎，三矿在变二本。哇，现在这应该是要取消用土矿来升了。我其他也可以理解啊，刚刚其他的三个副手都在变，就在升妈妈的情况下是没办法变形的。那现在这边一个会战部队已经加到中间，工兵是不是拉出门了？我觉得这一波是守住了。对，下面的机枪兵，哦，工兵来了，果然来了。对，那现在的话，上面在蟑螂有点多，这些地面部队完全无法招架蟑螂的攻击哦。不过女妖其实跟上。好，这时候如果妈妈在跟女妖，妈妈在跟蟑螂做一个汇合的话，对，妈妈来了，妈妈来了，补血，那一边在补血，一边在维修。好，那两台女妖硬点，没血的女妖。好，一台这个工兵不敢硬打，工兵这个一定会被蟑螂点光的哦。妈妈超多，而且这个蟑螂还有补机在后面、哦。对，哇，这个真的是有补机在后面，开外挂了。对，好。操作相当相当漂亮，我们看后总全部都出门了，而工兵死光了，机枪兵死光之后，这个部队要选择往主矿飞奔而去。他想看能不能把一些关键的科技打掉。现在直接来了，人口数其实出现落差了，差了60，所以要在这边重新开出矿区。宝子塔的位置很致命啊，基本上就等于让你没办法打。对，正面的部队直接给你压力，选择回救，你要这个果断回救了哦。哇，这一回救，不过这个蟑螂可能就整批送掉，因为他现在回家也来不及了。选择后撤，看妈妈能不能出来做一个支援，从旁边绕一圈，拖到时间其实就好了。哇，这妈妈好多啊！对，真的很多，在战壕后宫佳丽，教养非常好的，在排队。好，这边好，哇，这个有血的女妖，对，而且现在数量少，单挑打不赢，但是数量多了能补血，这个就不一样了。没错。
那现在一次开出了三个矿区，而剩一次开出了四个矿区，三矿四矿通之下，哦，你偷我更偷。那重胎基本上分布的相当不错，还要资源是非常方便。对，这也是其实因为你妈妈多啊，对，重胎是可以乱扑啊，后母军团。对，哇，这真的，一偷还有一偷偷啊，你偷三矿，我偷四矿，没错。现在工兵的数量哦，圣殿的工兵数量是来到了49，哇，又补上来，没错，又补，又来到了更多。哦，这个矿被迫取消，那个女妖还是很讨厌哦。就往旁边绕过来，四矿被打掉之后，二矿又被骚扰。那这个女妖基本上，我觉得了不起，就只能在边让圣殿后虫跑来跑去而已哦。但是现在其实就是善用的，看能够撑多久算多久。对。哎，现在二矿开起来了，要做一个空投。现在战斗要技巧正在升而已。啊，这头空投，因为圣殿每个矿区都有包子塔，所以他可能也不能久留，就丢下去送死了。哎，就而且因为没有战斗要技啊，老实讲不太能打到。也没有什么用，猫都可以把你赶跑了。哎，哦，这边有只机枪兵在。夹缝中求生存啊！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走，因为他已经被重胎包了。完了，前面有重胎怎么办？听说重胎走进重胎会被对方看到。就是我们对虫族用交战生活生存法则哦。对，因为重胎有视野啊，重胎留有视野，应该这样讲。那现在，哦，这个矿会不会被硬？哦，工兵。哦，这个他点不小心点到都在点瓦斯厂，就稍微这个命案损失一只女妖。两台，哇哟，爆！哦，爆！哎呀，哎呀，没爆。好，这边下面一个空投，这个空投吸引到你的炮，有吸引到你的部队，知道你有包子塔，就会选在一个不会被包子塔攻击地方丢下来。那现在这个狼来了，对方炮还是要点一下，点一下对方炮，等一下，女妖。好，这个不能再，哎呀，这个再了马上残废。再起来，那家里面现在是圣这边选择了，算是科技开始在全身了。感染虫能量，二攻二防，毒爆巢穴，毒爆虫巢。对，哎，我觉得圣这样子刚挡瑞亚扛那几波有点辛苦，但是其实因为科技 很漂亮，对，因为经济很好，所以其实不受什么影响。对，我们看到现在的收入，圣这边还有2000，因为工兵是瞬间又刷满。哦，你杀个三四只工兵，5-6只工兵，我又补个7-8只工兵。我们现在工兵来了，刚好是相反，74-47哦，48。哦，王虫竟然连提速也有了。对，王虫提速啊，因为王虫提速在这边其实我觉得还蛮必要，因为女妖一直飞来飞去。对，好，哦，这时候陆战队想要撞王虫，不过王虫跑得跟飞的一样。他是跑本来就是飞的。对。好，哦，空中的法拉利。好，我走了，哎，停下来挑衅你。现在这边又开矿，当夹缝中求生存的机枪兵现在建了大功，看到你的四矿。哎呀，逃命啊！要不要打针跑？要不要打针跑？竟然善用猫猫在虫胎上跑不快，特技不过5，哎呀，难敌乱拳之下，五只啊！对，那三矿开了出来，但是肾已经开到5矿了。我这个真的，现在升三本了哦，现在已经升红潮，工兵还在补啊，这个工兵有没有到？应该有补到，这样子再补下，应该有补到90了。他刚刚这边又刷了一次，刷了16只了。对，现在来到了87。嗯，对，后虫还是相当的多。好，真的是我们看到虫胎真的是，对，这已经要，这已经超过半场了。对，已经扑到你的，就算是你的下巴了。对，再來就等一下就要扑到眼上了。哎，哇，这样现在人类三矿好不容易才开起来。然后人类现在终于，现在等于说现在还能进攻，那这个部队其实前面没有拖延到对方，现在走一走，怎么那么快就到虫胎上了？有点吓到了。对，这真的有点吓到，而且因为你虫胎不清又不醒啊。我们看到现在圣已经把部队拉过来，一个雷达扫描，这边已经200人口了。女妖持续想做一个骚扰，打掉了你的1、2、3、4矿。这边看到应该是有感染虫，坦克先架好，来不及了。哎，你说了一下。因为有先架好，那圣这边还是比较谨慎一点的。不过既然对方是在虫胎上，其实有时候胆子大一点反而是件好事。但是其实你不用急，因为老实说，对方也跑不掉。对，因为你现在等于说进退两难，你坦克一收，我就推到你身上了。好，这时候然后直接往你家冲了。但是现在有两船医疗艇往圣你家里面移动。对，圣家里面是补出兵力，应该做一个防守是来得及的。我们看到这边定的相当漂亮，三矿打掉。哦，打掉了，打掉了。好，冲！
好，那现在自己的三炮被空投，家里面有部队吗？感染虫。刚刚原本有两船，有一船死在妈妈的乱拳之下。对，那现在的部队直接压到两个框，家里面的防守感觉上是跟不上来了，正面部队直接做一个进攻。哇，这个妈妈数量太多了，后手很多，后手还补血。各位观众，妈妈打正面，这个你有没有看过？正面回来真的是妈妈打正面啊。哇，对，我要隐喻又不重开又防骚扰，现在还帮你打正面，母爱的伟大。对，现在告诉你，不是只有机枪兵 CP 值高，妈妈也是很有用的。正面传出了手拿机枪兵，我们就让他打出了。巨巨，哇，这个胜真的是打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对，真的太精彩了。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算是前面的各种防守，最主要是关键啊，我们来讲一下。对，它的关键就是看右边那只王虫看到了双 BS， 看到了两个飞机场，没错。那再来就是各种防备，各种防备，那就是考验一个人防守的能力。像毕竟有些人看到了两个星际港，也是防不住。例如说像坐在这边的这一位，对，有时候你看到了，心中就是你知道对方要防住，你还是没防住。这种是可能我的身体反应跟不上我的思考。有时候会遇到那种多线操作太过于顺了，对，他其实对他可能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也是非常强大，没有错。这边呢说圣的基本功，没错。我觉得圣的各种纪律性在防守，尤其是我们看到那么多后虫要再出蟑螂追的防守，对，而且他后虫的补血每一次都补到，补得非常到位，很标准的位置，这样。对，从初期到中期到后期，甚至大会战的时候，妈妈都是今天这场的 MVP 哦。对，整场我现在告诉你，就是妈妈你直接要跟机枪兵跟他讲说，我才是 CP 值最高。他一次面对了医疗艇、陆战队跟坦克，对，而且还能把对方击退，对，然后还能够喷虫卵，对，还有扑虫胎，还有补血，补血，然后乱拳，对，还有乱拳，真的是万岁牌妈妈，非常非常凶的，对，那今天圣的表现非常精彩，那我们也恭喜螳螂队这边是以3-1击败了算是初登版的泰国队啊，没错，那也拿下了二连胜啊，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场比赛，现在这组果然不一样，哎，哦。真的是，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下周预告了，下一场精彩的来了，大家最期待，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是我们的韩国队对上的是大陆队，非常期待，因为两边选手实力基本上我觉得有互相抗衡的能力，对，互相抗衡的能力，应该是SIT 参加队伍里面最多中师的两支队，没错，哎，那再来则是泰国队对上的是日本队，好，应该也是会打得非常积极。对，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两场比赛。哎，那我们这边就期待下周的一个赛事，好吧？那我们这边非常谢谢我们 Big Boss 陈玉。好，不会哦，我这边很感谢 Sobin 能让我有这个机会。不要这样子讲，我觉得表现非常非常的精彩。对，那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表现精彩。那下次我们还会有新的赛品，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一下。每周都很温馨，每周都有不同的感觉。对，那未来希望还有机会合作，未来还想来吗？当然想。不想给他，不想给我。好，我们先。这个画面先切掉，我们这边先讨论一下。先讨论一下塞钱啊！好，这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的要讲一个小，就是一个小笑，就是我们那时候讲，我们讲说，我那时候跟你聊天，我们就讲到，说就是来这边，然后我讲多少钱，然后你就跟我讲说，你就刚好要带钱来给我嘛，我心想说，哇，这么黑。有这么黑吗？原来就是升职明星啊！对，那时候收费就我就问收费还有什么东西要带，他说有4000块。对，4000块。没有，我紧接着说，因为我那时候是说带身份证和存折一份，就还要接着说4000，然后你就我要带4000块来吗？想不到这么好赚。对，我想着，对。对，哇，真的是感动落泪啊！所以今天有带4000块，今天没有，我没有带啊，我没有，对不对？我今天身无分文的，没有什么好说，关门放狗来了，放狗了吗？好了，非常非常谢谢我们的陈玉斌老师，那我们 SIT 这周的赛事到这边告一段落了，那我们下周绝对不要错过一样我们 SIT 的比赛，那我们就下周见喽，谢谢大家，拜拜，拜拜。